们刚刚在试闻，就是洗衣精的味道，一个是黄色，这个温暖阳光，嗯，然后这个是青柠，其实之前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，换包装，对，换包装，嗯，这一次更顶级。我最近很常用青柠来。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青柠莱姆对于现在潮湿的天气，其实有一种可以帮你获得舒展的感觉。嗯，青柠莱姆的味道我觉得很清新，它其实比较像室内香氛的味道。我觉得哦，不太像洗衣服会有的味道，它是比较沉稳的味道。它的开口处其实是这样子，然后倒的话其实是非常好倒的。我觉得它这个非常好就手，嗯，对对，拿起来你就发现其实它很小，有没有？在我们旁边其实看得出来大小不轻，啊，其实它单手也好拿，差不多一个零，嗯，就比较不会像我之前的大特大罐，嗯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握把真的比较好握，对啊，这握把很顺手，而且很好收，哎，欸，哦，就是瓶身感觉就是很。然后你看你把它放在家里，不论是你是这样直放的还是横放，其实在家里啊，你整个画面看起来都很漂亮。洗干净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用说，因为是三倍浓缩。而且它还抗菌，对对，使用上面在我们的瓶身后面都有胶，都写得很清楚，嗯，好不好？上面都有告诉大家，譬如说你的洗衣机是几公斤的单槽、双槽，甚至滚筒，高中低水位或者是手洗，它都会清楚的告诉你说你需要的用量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买回去就不知道三倍要怎么去分。嗯，有人问说这个味道是跟旧版一样的吗？一样哦，一样，一模模一样，一样香，一样好用。用，然后呢，只是我们的瓶子改成了再生塑料，所以希望可以对环境友善以外，我们洗出来的泡沫也是可以分解，包含这个瓶身也做到了这一点，所以难道不支持吗？一定支持，好不好？